最近在追保国老师的剧，保国老师就是一个让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反复爱上的男人和好演员，一定要向他学习。我爱你。你的戏我都看了。李易峰真的好招长辈喜欢啊！在金鹰奖发布会上，李易峰上台发言时对自己的偶像陈宝国表白。最近在追保国老师的剧，保国老师就是一个让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反复爱上的男人和好演员，一定要向他学习。同样在现场的陈宝国老师也是现场回应，我爱你，你的戏我都看过，被自己偶像点名是我爱你，原来是这种体验啊。峰峰估计在台上脸都羞红了，什么时候两人也合作一部作品吧。电视艺术是电视人与观众的双向奔赴，也是人与人情感之间的映照与关怀，向世界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我们思考，我们演绎，我们为信仰一次次坚守。